我是太阳。那那新赛季的邮差金挂宝贝们都抽到了吗？这七彩特效真是太香了，一看我羡慕的泪水都从嘴角流了下来。也只能盘一盘我现在拥有的炫酷挂件来安慰一下自己了。机械师猎人的剑囊，小特的金挂真的没得挑。姨太觉得剑囊的特效更特殊一些，直接给娃娃穿上衣服，看着帅气冷酷的背影，就这脸可能略微有一点可怕。厂长园丁布偶，虽然姨太已经抽到了燃尽，但是大儿子怎么能比得上亲闺女？园丁布偶作为厂长的第一款金挂，质量就这么高，看看艾玛迅速的长高，老父亲留下激动的泪水，这头一晃一晃的多可爱呀！干脆组个摇头晃脑三人组。左三圈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。先知涅槃，虽然说这个特殊效果是增加火焰，但是这简直就是穿了件披风嘛！搞糊涂，这明晃晃的火焰就是我无敌的象征。红蝶艳离，不仅好看，而且特效简直可以用四个大字来概括：强人所难。把你握在手心，害不害怕？哎呀，小园丁，可长点心！都这时候了，还能笑得出来呢？虽然谈点了这么多特效独特的挂件，但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同。比如仪态呢，比起艳离就更喜欢焚鹰。相信宝贝们也有自己最喜欢的挂件，那快关注了，告诉三太吧，三太爱你，喵喵。